哇塞，我们讲最后面一个好了。变装派对风格甲贺忍娃娃。那甲贺忍娃娃查一下也是非常热门的哦。然后再来是那个熊猫组卡也蛮热门的。我甲贺忍娃娃造型是蛮多的。这次我们之前在玩口袋怪 VS 就已经很红了，还有阿尔宙斯，我觉得阿尔要赶快出啊。啊，我们都有开造型。唉，我觉得我现在要，要不然我们拍到有大绝好了。那可以把谁收掉？我一开始就想要恋战了，我真的有点生气。经过昨天那一集的洗礼，啊，生气了。我直接要去对面挑衅，结果遇到一物。因为我相信我普攻就蛮痛的。卡比兽来支援我了。然后其实你们就可以等一物呢出来，一直去打一物，就趁一物恢复的时候，赶快一直打一物。前期就一直压他们。好，这边就等一物出来，因为一物你看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输了嘛，就可以趁机打他。我、哦、这个影分身术好用哦！我靠，我现在有点想买甲贺忍蛙了耶，因为我现在三万多也不知道买谁。不过我想我先买梦幻，但梦幻好冷门哦。啊，有点犹豫。好，这边你就得关他们厕所，一直守在这边。哦，你看那影分身术可以一打二。惨了惨了惨了！啊！我点冲浪，一天守一件。我已经变甲贺忍蛙了。把沿路，然后再救大绝了。啊！你看，一部被我们虐到只剩三等。现在你就可以用你的等级去压他们。帅吧！惨了，就我先救。队友都一直吃那个。我在救大绝。这么痛！你小看他们了，惨了，太小看他们了。他们还有一只仙子一步啊！我演示到我的大绝好了，不爽了。所以闪电鸟、极端的火焰鸟可以从那个活动去讲。这招等于是我们的逃走技能。唉，大绝，哎呦，回城之后变得强哎！他进化到现在普攻就很快了，收掉烈亚路上。帅吧。